对啊，舔舔看会多酸。哪有人这样直接吃的？百香果要打开好不好？那你直接吃的。好酸酸。大家好，我是宝爸。大家好，我是杰爸。我看看偷吃力，一口吃很酸歪歪。大家你要吃吗？你没有吃过。没有啊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来弄这些什么水果，你敢怎样？百香果。好，我们来杀百香果。小朋友不可以拿刀子哦。对，大人会流血，小朋友就流血。对，你终于搞清楚了。先去头。好，然后中间切一刀。闻闻看，拿舌头伸出来干嘛？你要吃这个吗？等一下，我先把它挖下来。来吃吃看。等一下，不要挤呀。不要挖它的。怎么样？你先吃，那我先杀下一颗。他要吃啊，他要吃。哇，还有好多，我记得是五十块。吃完了。嗯，还要吗？嗯，一个还要。应该还要。你看它多。然后你可以拿出来，不要好低的，那个一样。它里面的果肉纤维啦，吃了对你好的啦啊。纤维哦。对啊。纤维哦。那里会有纤维？就是你如果打电话啊，打过去啊，然后他先讲话的话，就是他纤维。不好笑是不是？对。哎，谢谢。我刚一讲打电话，我妈妈就已经直接吐槽我了。她直接不屑一顾的吃。不然我们来叫小宝演一次啊，好吧？不要。先放着。小宝，等一下啊、哦。开始，拿出手机，快点。小宝，拿出你的手机。快点，我要今晚去看医生。你。好，你要讲话啊！你要讲什么？把下锅。不是，讲话第一句是什么？怎么样？你的汗水好明显哦。好，给今天的水果评分，你给几分？好吃，请给赞。哇，还喷水的赞哦！哇，那我们接下来要打苹果牛奶了。一刀切两半，两刀切四半。嗯，对不起，是三半。OK。哦。哎，好像水分不多了。哦，今天比较大杯呢。哦，昨天就吵着要喝，今天又喝了。今天的好喝吗？今天牛奶感觉加的比较多一点，奶味应该重一点。哎，你可以跟观众互动一下吗？你就顾自己一直喝一直喝。好喝，举个赞。你长胡子了。你是白胡子。你没有镜子哦，找不到镜子哦，没关系，我、你要透过锅子看自己是不是？也蛮聪明的啦。不用啦，我回去给你看影片回放，你就会看到自己了啦。不过你真的很喜欢我们这个亲子厨房系列，对不对？好，要不要留一点给爸爸 ？Hello， 你就自己喝自己爽就对了。爸爸没有补充一下营养吗？Hello， 你再喝完太饱，我跟你讲。好 ，OK， 好，这是儿子对我的孝顺，大概是这样吧。难怪你会一直喝，因为超好喝，对不对？最后一口哎。你喝。
真的假的？哇！很棒的味道。OK， 我们要开始洗东西了。可以先帮我一个忙吗？先帮我把百香果剪进来。